把整个拉斯维加斯都要掀翻吧？啊！你的选择让我很意外，你不是一直在准备报复他吗？布莱德，我不希望任何人死。谢谢你，不过你以后不要再插手我的事情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关心别人，走了，走。姑娘，再见。好了，而且还有一人受伤，对对对，就是这儿，赶紧派人过来吧。我们之所以跟你说那么多，是因为你的情况特殊。绑架文文的帮凶之一邱永邦，曾经是你的好兄弟。你再想一想，有没有遗忘了什么？如果我们能跟上他们，我们能解救的不只是文文一个人。上次欧唐纳警官向你提出的建议，你考虑过吗？我们一起合作，救回文文。李小雨，自从在拘留室见到你的那一刻，我就相信你。李小雨，你要记住，我们还剩六天的时间。你们是想通过文文来控制我是吧？行了吧，帮我们霍雷兹帮是讲信誉的，我们可不会利用朋友。他说的对吧？嗯，但是警察怎么来得这么快？是你报警了吗？密码，你进去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的喊一下，谁是侯云河？你是认真的？我要报警。算你走运，你赶快帮我找到红云河，找到他，你就还是霍雷兹帮的朋友。你知道的，伊万老大可是从来都没有仇人，仇人都被他杀了。我很希望成为克雷斯帮的朋友。我一定会成为克雷斯帮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红银河，去图桑的机票下午五点，你说你着什么急啊？飞机我们不坐了。为什么呀？你是希望我给警察局抓去询问呢，还是希望我被人一枪毙命啊？你以为餐馆那两个人是怎么找到我的信息的？你别吓唬我，什么人啊？上车吧。哦，要不然就是我们公司的死对头。爸，跟上。
看来这个大巴车今天晚上肯定是要在这里过夜了。我们两位还有位置吗？哎，不，你不能这样。你的爸爸可跟你说过了，对不对？你答应过爸爸上大学的，是不是？你想我为了……哎，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在这里绑架胡云河呢？哎，你们疯了吗？你们难道要把车上所有的中国人都绑架吗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等我生完孩子之后，然后抱着孩子去旅行啊？跟你说，去陕西还有一个月呢，你忘了？这么行行行行，那哎，你知道我费了多少精力，花了多少钱，你知不知道？不是，哎，追！妈妈，妈妈，我好想你啊！哎，来，小公主，妈妈也想你啊！哎，我带你参观参观咱们的车中，来，还要带你看看咱们的车。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那在什么时候签了？能不能别提这个？离婚不是你提的吗？能不能痛快点？你听我说，中国人要在一起，也许他们之间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，但是你要当着他们的面去绑架一个中国人，他们瞬间就能团结在一起。老周，出发吧。等一下，稍等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也要加团。是我们要加团。你来干嘛呀？我要去大峡谷搜集标本，我还需要蝴蝶。怎么了？美丽的女士，你这样看着我，是对我的行程有意见吗？你们先过去等着，我跟着大巴车走。没有我的通知，千万别轻举妄动。洪英和认识你，小心别把事搞砸了，明白吗？好吧。你很聪明，你还会藏着掖着。爸爸，老周，别得逞，靠你了。你也需要加团？临时加团方便吗？方便啊。我走了。哎，好。哎，哎，嫂子，回来了，谢谢啊。给我站住！这钱怎么给他了？这么重要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？我是想跟你商量，这不还没来得及吗？这可是我父母十年的积蓄啊！这不好兄弟嘛，有了点困难，我得先帮他。之前我也跟他借过不少钱。咱们有苦楚，梦寐。
是远走高飞。不是餐馆的两个人吗？他们怎么也上车了？是不是木华好意啊？嗯，有可能吧，小心一点准没错。不过那个女的看起来挺亲切的，应该不会怎么样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亲切？行了行了，多注意一点吧。永邦，嫂子，嫂子，你是来了吗？我不是，嫂子，你来了，永邦。小雨，嫂子，你怎么不理我啊？啊，我一直在找你啊，永邦，永邦。嫂子，邱先生您好，我是小吴。您太太的情绪现在又失控了，需要您和她说两句。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你这样，你把电话给她。行，好，我现在给您开门提。陆娘，陆娘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啊？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讲吗，陆娘？你听我说，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你，你千万不能出事儿。啊，你好好的，等我回去，我一回去，我再也不离开你了。我爱你，老婆。各位游客，接下来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行程。咱们旅游巴士呢将陆续经过壮阔的胡府水坝、美丽的南峡以及险峻的大裂谷。陆宁，请记住咱们旅游巴士的车牌号为 MP3258。 陆宁，MT3258。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你就真的这么缺钱？当初咱俩开公司的时候说的好好的，现在撤资说撤就撤，你就这么缺钱啊？不是那么回事。
这么多年来，你嫂子跟我在一起也没享什么福，受了不少罪。我也不想让她太痛苦了。行行行，别说了。这杯酒喝完，咱俩这店就算散了。你们银行全是一帮吸血鬼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赶紧还我们钱！你们是谁？到底想干什么？住手！哎，别告诉我你回国航班取消了。去哪儿了？我在商店外边。你快回来吧。我不吃。哇，来吃。永宁怎么样？你要是真关心他的话，你就听我的。前面找一个地方，下车，帮我好好的照顾他。你催我下车干嘛？心虚了？两个小时前，一男一女洗劫中餐馆，不是你把他们救走？看错人了吧？别人有可能，你绝对不会。就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人。坏家伙说了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是坏家伙？别说了，你别告诉我应该怎么做，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。坏家伙就是坏家伙，无论演技再好，也藏不住尾巴。这宜兴财富虽然好，可是苏老师不领情，我们不是白忙活啊。慢慢的，他会理解的。等我找到女儿之后，这就是我送给她的第一个礼物。如果继续曝光洪银河的资料会怎样？我可以把他整垮，这些有钱人手上都沾着血，没一个是干净的。垮了就垮了，死有余辜。
前面等你。什么人啊？不是，他们想打劫啊？不是你美国治安这样的吗？啊，不是不是，大家别怕啊，这个呢是美国的一种传统的摩托文化，只要大家不去招惹他们，是不会有事儿的，大家放心吧。哎，老公，这都什么事儿？你看看美国什么治安啊？我都说了不来美国，不来美国，就你非要来美国生孩子。嘉年，姐姐好看吗？瞎眼人。老红，啊，这个挺有特色的。嗯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嘿，你，说你呢，听到了吗？我的女神。你就在那辆巴士上，你当时看见我了吗？我爱你，这真是缘分呐、啊。你还欠我一个吻。你干什么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哎，别这样，今天可是我的生日，你必须要亲我一下。哎，先生，今天虽然是你的生日，但是很抱歉，这位女士。那好吧，行，那就不亲了。但是，你必须是第一个给我唱生日歌的人。我喜欢听你们亚洲女孩的声音，听上去，听起来就像……不不不，火鸡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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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上！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？啊，没事，我们只是在庆祝我的生日。我们上车了，走走走走走，哎，上车上车。拿走了再说。好。先上车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快离开这儿吧。小心，小心。哎，兄弟，生日快乐！滚开，中国小子！你不想来个聚会吗？你少掺和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我要那个女的，朋友，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这个事儿太简单了。我们到前面的路上会合。我看起来很蠢吗？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？你听得懂中国话吗？你知道我说什么吗？你给我滚开！他打了我鼻子。
你怎么来了？文文呢？让文文带哪去了？小心！抓住他！放他！给我放！警察先生，里边已经打起来了，快去看看，去看看。兄弟，厉害呀！太感谢你了。哎，我们大伙儿都感谢你。老婆都快爱上你了。我的天！哎，莫西刀！抓住爆头！站到那边！哎，站住！莫西刀！我看见你了，抓住你了，中国小子！别烦人家了。哎，姑娘，刚才没吓着你吧？姑娘，你贵姓啊？你有中文名字吗？姑娘，你应该有二十五六了吧？你父母亲也在美国吗？你真的很讨厌，你这样没完没了的，烦死了。有什么好烦的？既然在一个大巴上，那就是团友，了解了解情况，怎么了？闫妮，26岁，父母双亡。闭嘴！身高1米7，体重50.8公斤。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毕业的博士，医学院入学考试成绩43T 啊。他父亲也不在世了吗？你管他父亲那么多干什么？啊，我就是想问一问。我觉得他的气质特别好，很不一般。难怪原来是医生啊！哎呀，真了不起啊，佩佩。这姑娘是医生啊！你别做梦了，人家不可能是你女儿，啊？怎么就不可能？万一呢？而且我觉得她的眼神。我觉得他的眼神很不一般呢。嗯，行吧。哎呀，这姑娘可真好，真了不起。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喜欢闪闪发亮的东西。哎，你想说什么？装什么糊涂？你婶婶手上戴的是什么啊？钻石戒指。每次我去她那儿，她都特意把手伸到我的面前。这个贱货！我知道，宝贝儿，打来你别着急，等干完了这一票，我一定会送你一个钻戒的，世界上最大的。老公啊，旅行团要来了，我去接一下，你准备一下啊。哦，行。辛苦，来来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不是，这是什么破地方？这什么地方嘛？你看这装修啊，大伙看看，这是旅馆呢，还是青年旅社，还是博物馆啊？爸，少说两句，烦不烦人？不是娘娘，
你知不知道？今天你让一寸，明天你就得让一尺，该挣不完得挣。老侯，上车的时候咱们就该问清楚。老侯，这地方怎么住？行了，别人能住，咱们就住啊。文姐，哎，那个房卡给我吧。哦，对，来，给您房卡。哎，我们的房卡。走吧，早点休息啊。老侯，你慢点儿。咱们一会儿先去餐厅吃点东西。好，走吧，让了一寸的爹。姑娘，你爸妈真的不在了？活该，自讨没趣。真像。像谁啊？他这背影。太像了。神经病。老侯，你说你着什么急啊？餐厅都要关门了，赶紧吧。喂，小姨。天妮，你可算来信儿了，你也不跟我们说一声呢？啊，你急死我了！你真是不让人省心你！你说你工作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听说你不见了呀，张峰也跑过来了，你郑叔叔连饭都不做了。小姨，你还让不让人说话了？哦，好好好，你说，哎，你们都听听，你说，我就来散散心，没什么事儿，跟医院也请好假了，别担心我了。哎，你等等啊，张峰跟你说，锦妮锦妮，挂了。老邱，你听着。咱俩兄弟一场，我没想到你跟别人合伙一起绑架文文。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假惺惺的帮我找人，其实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。其实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混蛋。我告诉你，我一会儿就找你，你等着吧。别告诉我你回国航班取消了。我要不来，你死定了。你要不回来，我把他们打得更惨。如果兄弟这么重要，你还要我们俩干嘛？我知道我的离开才是最好的结局。我不在你身边，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把家里收拾干净了，饭在电饭煲里。回来以后记得自己热热吃了。这是最后一次给你做饭了，这个家里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带走，除了你第一次送给小美的八音盒。妈妈再干两年就回去陪你了，你说你自己选择在上海读书，那你就好好用功呗。嗯，妈妈这儿你不用担心。哎，妈这儿忙了，一会儿打给你啊。孩子在上海呢。啊，我们都来了十几年了，挺不容易的，买下这么座旅馆。哎呀，我们刚来美国也是在一个洛杉矶的汽车旅馆里打工，这不老家的房子建12号地铁线动迁嘛，给我补偿了一笔钱，才买了这个房子。这老房子40多年了，反正细水长流呗。
哎呀，你说我们守着这个大峡谷，反正客源还不错，就马马虎虎过日子呗。哎，那孩儿在上海读书，这些年中国可好了，然后我们也就再折腾两年就回去了。哎，你有啥事儿啊？我不小心把饮料打翻了，您帮我去收拾一下。啊，好的好的，203房，行行行。哎呀，我们这条件有点差，你别介意啊。哎呀，谢谢啊，没事。这里没人，不可能，我刚刚明明听见动静了。我猜红云河那个混蛋可能吓得在厕所里尿裤子了吧，我来找你喽。哎，宝贝儿，快来看看，我们发财了！快过来，这么多钱，你看。检查了吗？当然。如果要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就是不信我，对不对？我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不信，对不对？放松点，你还当真了？我只是想去尿尿。你少他妈给我来这套！你干什么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的老婆我已经不要了，家我也不要了，我什么都不要了。跟你们在一起到现在，你们都不信我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敢进去一步，从今往后你干你的，我干我，我们就没有关系了。